就是番薯叶，就是我自己育的那个番薯苗，扦插到这个盆里，这应该可以够吃一顿的了。明天二姐就可以把它采摘了，之后清炒番薯叶也很好吃，脆脆的。这里有四种不同的红薯，看一下根部。就直接把叶子掐掉以后，上一次我已经吃过一次了，你看二姐只是把那个叶子掐掉以后，它又会重新在侧芽里长出来，又长了这么一大盆儿。嗯，还有这一盆也都是。